包一两三个盖点儿大饺子，太好了。嗯，你能不能喝酒？行，啊，还有分吗？还能还两分吗？来个哈啤酒。哦，你俩很舒服呀，跟奶奶。哎呀，看看回国之前过的小日子也不错啊，晒着太阳，草莓也吃完了。哎，哎，大宝，我妈接回来了。婷婷有人夸你说婷婷挺漂亮的，就是太腼腆了。吃的草莓吃的咋样？你说非常好，你说非常好。你带点给爷爷带到中国去吧，行吗？啊？爸爸问你呢。茶叶。茶叶。茶叶还有什么？是茶叶，中国有的是。对，不用带茶叶，带，拿起这个来。法国带什么给爷爷？带甜点。带甜点。啊，嗯，甜点，这是你爱吃的甜点吗？嗯。哎呦，行嘞，你还出来了。你不说带的时间长吗？带时间长吗？好，行，今天跟你个草地的颜色挺搭配的，你这个衣服，绿色主题是吧？是。嗯。现在天气凉快了哈，天气热了，说错了，天气热了，妈妈都快吐了。他们在这喝着小茶。你小儿子弄的，哎，非得让俺给俺拿茶壶，放上红色的茶。对，是非常孝敬。嗯，蕾蕾真好。哎呦，蕾蕾，你这个鞋好看。好看吧？啊，姑妈给买的鞋，是吧？干啥？送。对。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杨米家，我是小米。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对，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们9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住过。对，让大家看一下啊，周边的环境。我们最早的时候在巴黎租了一个特别小的房子，20平米，然后还是跟别人共用浴室、厕所、卫生间。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15平米，对我们的，我们那个还是我们的婚房，没错。所以我们俩对这儿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第二个原因是，而且还有，不对，还有一个，你经常会在这里坐地铁，让大家看看啊。我对这个垃圾桶特别有故事啊，对，垃圾桶有故事，什么故事？我刚是9年前，嗯，就是坏我们家大宝嘛。对。然后你从家里开到这边送我，然后因为开车的原因，我会想吐嘛，就很晕吐，对，晕吐。然后我就在这一站先吐第一趟，然后进去坐15分钟。就是这个地铁，他每天在大学上大学的路上都会坐这个地铁，然后挺着大肚子，是吧？嗯，满满的都是回忆，嗯，确实也不容易，所以说。真的是值得我们，我都没想到，我回忆的这段一点印象都没有。对，然后到这儿我说，哎呦，这不是我的垃圾吗？对，就是你在这里经常吐的地方是吧？然后在这里坐地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我们身后的这个地方，叫做巴黎大饭店。其实我们没有进过这个饭店是吧？但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手里还拿着2张海报啊。嗯，其实我们也是收到了我们山东老乡的邀请，我们的支持老乡。对，然后让我们家杨媳妇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等我一下哦，这有一个海报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对他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特别出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带大家进去看看。我出来了，现在可以。所以说，你们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的老乡是吧？对。他们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开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那个老乡啊。人还不少。对，是吧？大家都知道，人一多我就紧张了。紧张，不要紧张。没一会儿我们采访一下他。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在我走向了海洋，我只有一只手，在我走向世界最顶级的赛场。已经有点像是 F1 赛车、NBA 篮球、澳网、诺克这样的，我们称它为叫职业体育。它跟我们传统的了解啊，奥运会呀、啊、亚运会呀、啊、世锦赛不太一样，因为那种叫奥林匹克项目，叫体质体育啊。这个艰难的行情，慢慢大。
访我的老乡。哎呀，今天专程来拜访我们的老乡。那个你知道吗？咱们那个船长啊，是咱们山东人的骄傲。听说啊，你得招一点时间上俺家来，我给你捞个冰。捞个冰。哎。哎呦，抱一两三个盖点儿。大饺子太好了，你能不能喝酒？呀、啊，还有分吗？还能喝两瓶吗？来个哈啤酒。哈啤酒。我还是要求你照一张照片。OK。还有咱们的阿九啊，是咱们船长的太太，是吧？超级可爱。我们呢也想相约和我们船长一起啊，相约在咱们的这个普列塔尼啊，一起航海是吧？对，咱们一起航海，然后一起抓海鲜行吗？哦，太好了，非常激动啊！抓海鲜啊！然后咱做点饼，对，烙饼，哎，做点咱们山东的家常菜，哎，这个对吧？啊，哎，非常期待。还有我那个钢筋。他好像也参加过，你要参加的这个。参加个叫什么？对，干爹啊，干爹，预备，预备，就是跟叫这个一块儿，可以啊，我叫他一起去。是啊，是啊，咱们相约到你家。边聊关于。开船的一些细节，这么说嘛？对，我终于忘了。你可以去学习。我太紧张了。学习开船，我没有动过船。哎呀，我胆子很小。对，给我们的山东老乡徐船长啊支持一下，然后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找到咱们徐船长的个人的自媒体号的链接。对，希望咱们粉丝们。加油，给支持一下，关注一下啊！中国力量，中国力量，世界看见。对，加油，大家支持。他刚才夸我，他说我表扬你的功力，得让他老公学学，表扬他。不要学习全部，学习一半就可以。可以。开心吗？今天见到老乡，特别开心。你觉得你的山东话比他说的正宗吗？他的山东话真的比我正宗，我现在都忘了怎么说山东话，也挺好，也挺好，就一袋袋。咱这个济南的和青岛的还是有点差距的，有点差距啊，有点差距，有点区别。就是哈啤酒吃嘎啦，你那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哎呦，这个经典啊，这个有一个老家的味道，哎，老家的味道，哎呀，我们回去把你的海报分享给我们家三个宝贝儿啊，让他学习你的运动精神。哎，有毅力坚持，对吧？正能量，是吧？机会带宝贝们一块去航海啊，带他们一块去学船啊。回来了，刚参加完活动，你们吃完饭吗？吃完了。哎呀，是吗？我们俩基本上没吃，主要是参加活动。来，是吗？给咱们家大宝。大宝和二宝拿了个礼物。给妈妈给你们看看。这个给你看看，这个人。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叔叔，你知道为什么？对，我而且我们因为他是很自己会开船。对，你们看看这个海报。我看看，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集齐，你看看，哇！哎呦，你知道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吗？我们过两天要跟他见面了。哇！咱们邀请他去老于干爹那里。去了。对，怎么样？你能看出啥来，宝贝儿？跟爸爸说。一个人。啊，一个船啊，那说明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开船。对，开船的，他不是一般的开船的人哦。你还能发现什么？你捋平看还能发现什么呀？这个字儿，你看看，一个浪，是乘风破浪吗？差不多啊，和乘风破浪差不多，就是这个叔叔开着这个船，他能环游世界，知道吗？在海上漂流很多很多天，好几个月。遇到很多困难，知道吗？他没有吃的吗？有吃的，在船里面吃。哦，但是他晚上，据说他晚上都不怎么睡觉，哦、每15分钟都要起来看一下船。哇、哦，对。哦，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勇敢，是不是？我们今天还跟他见面呢。对。好厉害。嗯。早知道于江带我去了。你不用担心，我们吃的这个。啊。我们会去。哦看书啊，这是你这个叔叔写的书，啊，出的一本书。他现在要参加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比赛，对，他要从这个地方哦，你看他要从法国自己一个人开船，你看看，嗯，这条路，他这里有一个，他要是，法国在哪里？对，对，他要从。
从法国出发，然后去好多好多好多地方，然后再回到法国。哇塞，一个人哦。然后这个叔叔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你看看，一只手，对，因为这个叔叔很特别，因为他，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比赛都是法国人参加，都是外国人参加，但是这个叔叔他是中国人，他也去参加这么厉害的一个比赛，对，是的，所以他这个，比赛，证明什么？证明让大家知道，只要你想干的一件事情，你总是会完成，你总是会，做到。只要是你自己想做，你就可以做到，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请了这位叔叔来干爹那里，然后干爷爷那里，然后我们要一起去玩。你正好你想认识他吗？想认识他？想。想有好多故事啊！啊，好多好多故事。对。好多故事哦，你也想听故事是吧？对，那让我们期待吧，咱们过几天跟他见面，好吧？好，开心是吧？嗯，向他学习是吧？开心啦！朋友们，我们先弄两个宝贝睡觉了啊！对，继续支持我们杨米家，小时间见，关注我们杨米家。